今天很开心呢，来到了 Nolan 的，应该说是他的住家办公室。那他这里呢，其实当然是他每天生活的地方，但是也是有时候呢，他要展示他的这个家具怎么样可以摆设，然后他的家具做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有时候他的客人呢会有这方面的疑问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带他们来到这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，他打开这个大门欢迎我们进来。那么还是很开心再次欢迎 Nolan。Hi Nolan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家里哦。不过真你们家非常的一尘不染，就真的就是家具设计师的这个样子，就是觉得好像我不太敢随便乱碰笨。不过我今天很开心看到你的家具，就是说可以让人家知道说怎么样去展示。你买家具的时候，上去我们的网站，看得出来他们就是说，他们选到的沙发也他们很喜欢，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看，因为在网站上面没有这个机会去。摸一摸，坐下来舒不舒服、啊？对对。那有些人的家里面，他可能就是慢慢的 collect 你的家具，那他在摆设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觉得说，哦，那我要怎么样去摆，才会跟我的家具一起吻合？大部分你的客厅的里面是沙发也是第一嘛，因为是最大的。而所有客人他们来，他们坐下来，他们喜欢，但是选的布料就是说有一点颜色，然后后来他们开始买其他的东西的灯或是桌子啊、上台啊，他们这样子看出来，但是都配这个沙发，都是配这个沙发的哦，完全是以这个沙发为主就对了。对，其实真的坐起来还真的挺舒服的耶。谢谢。我以为会不太舒服，老实说，因为光从照片看起来是硬邦邦的。对，这是因为，欧洲他们有没有像我刚刚过来从意大利回来，那是每一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家具展览，我的家具是比较欧洲的流行的，什么就是为什么看出来比较硬邦邦的，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很多人他们喜欢做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的，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普通的沙发椅，他们有垫子，对对对，通常都有 cushion， 对，你坐出来的时候就几个礼拜他们已经变形了，它就凹进去，对对，我感觉这个是有一个我的机会，就是说设计个沙发椅，就是说不管是一年或是五年之类，它看出来是好像刚刚买出来的。真的吗？所以这个沙发椅其实做很久。这个沙发椅，这全部就是说我带去一个家具展览，像这个是有差不多不是，这个是2008年。08年的。08年的。今年2015，7年有了。所以玩对，哎，那真的很厉害，可以还是维持了这么的挺，然后它的完全的原型原本都还是存在。你这个布料感觉很特别，我在市面上好像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料子，你可不可以讲讲这个料子它的特别地方在哪里呢？对，我们像我们当初开始的时候，我想为什么很多不同的家具公司他们做的沙发椅，他们用的布料比较便宜一点，也没有那么结实，所以但是你看你普通的饭店，他们用的布料比较好，也是比较结实，所以那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家里里面的一模一样的布料嘛，因为我们有狗啊、小孩啊，这些时候用出来比较方便，比较耐用，对，很耐用，还有整理比较好，比较好整理，对 对，所以这是容易我用不同的，比如说高级的布料，一家卖了很多的家具嘛，但是它比较便宜，是，所以你买东西比较便宜一点，这材料也是比较便宜一点，真的就有差，大概两年你就要一两年那个东西就开始晃了，对，像我们的沙发有很多客人他们有差不多已经过了10年之类，起码像我们的，对，像所以我这样子，没有关系。
一个家具呢，你可以用个八年、十年，你不会说去，哎，必须要在第一个要再花这个钱，第二个呢，去破坏我们大环境，要砍树啦，这个一大堆的这些资源上的一些浪费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，哎，这个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哦，这真的就是，现代设计师呢，他们的想法真的就是要想到的是比较长远的，对我们的大环境，对我们未来。对。但其实你也做很多其他的一些设计，因为几乎你的房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都是你的设计。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，其实还真的蛮舒服的。我们等一下去躺一躺 Nolan 的床，你就知道了。Nolan。我们进到你的卧房了，有点小尴尬。But again， 你的卧房呢也是很有你的这个设计的味道。那这个床也是你设计的，对。我不知道你也设计床哎，而且这个设计，这个床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感觉很，虽然说这个线条是很现代模，但是它感觉睡起来会很 cozy， 因为这两面这样子整个帮你这样包住的感觉。对，这是源于你睡的时候像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听到什么小东西，就是声音哦，这个就是比较呀，挡到的声音，所以你睡出来比较真的吗？会比较安静哦，因为它里面是布料嘛，所以布料就是说会吸收那个声音。对，说这是就是为什么这个下面就比较宽，因为如果全部是比较宽比较丑嘛，对对对，所以是上面是小一点，窄一点，窄一点，下面宽一点。哦，所以你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是真的有做这样的考量吗？还是说客人睡了之后告诉你说，哎，没有睡得比较好？这是就是故意的，真的故意的。像我设计的时候，我很想就是说有一个 form follows function， 是最重要的。那这样我是一个设计师，我的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第一看出来是漂亮的，但是有一个原因，有一个功能在，对，一个功能在。OK， so I'm gonna do something. OK， go ahead. 哈哈哈还蛮舒服的。Hi， 这就是 Nolan 的床。This i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.